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首届 CPSL 世界停球超级联赛。CPSL 停球超级联赛是世界首个全球性停球职业联赛，首赛季共有六支球队参加，球员分别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均为世界顶级选手。众多球员曾获得过停球欧洲杯冠军、世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首赛季安排在2017年8月到9月，为时38天，赛事分为积分赛和冠军赛，共有34场比赛。本次比赛主赛区位于浙江宁波的东钱湖风景区，全场赛事将会在一直播、章鱼直播、企鹅直播、微赞等平台同步播出。本次比赛的解说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梁颂平先生，裁判陈升华一万。现在上场的黄色是卡拉宝队，卡拉宝能量饮料诞生于泰国，水牛头骨、红鸽、太阳和星芒的图腾组合，象征着人们强大的身体和精神力量，内心对自由的向往。与其他能量饮料不同，卡拉宝完全不含人工咖啡因，其天然的提神成分萃取于亚马逊河流域神果瓜拉纳，抗疲劳保健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卡拉宝一直得到全球消费者的认可，并与切尔西球队战略合作。卡拉宝，唤醒你能量。场上的蓝色是瑞克艾维斯瑞克队，美国瑞克专注于汽车及各种交通工具的音响领域，艾维斯瑞克及研发、品牌代理、生产、技术联盟服务于一体，为消费者与合作伙伴提供全面的音响解决方案，现推出国内首款冷藏箱蓝牙音响，支持无线音乐、手机充电、长效保温、户外活动好伙伴。美国瑞克打造动感高品质生活。嘉士伯啤酒，丹麦皇室风味，传承170年的技艺，只为一杯好啤酒，用心酿造美好未来。蓝色的艾维斯瑞克队一号球员是来自英国的 Nick Spencer， 3号是来自德国的 Marco， 4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Ivan，6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Siba， 7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张尚勇，10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林长义，11号是来自加拿大的 Amos Patrick， 12号是来自德国的 Max。 黄色的卡拉宝队2号球员是来自新加坡的黄景泉，3号是来自巴西的 Cayo Rosa， 7号是来自新西兰的 James Mitchell， 8号是来自英国的 Shivan， 9号是来自德国的，或者说是意大利的 Jane Eric， 10号是来自比利时的 Steven， 11号是来自英国的 Trian，12号是来自丹麦的 Matthias。 好，球员就位了。阿宝队拿到了第一个球点。
正在组织第二轮的进攻。阿宝得到一个角球，虽然非常的强悍，十一号的黄队十一号的虽然非常的强悍，没有把球权让出去，一个射门。大宝队得到了第二个角球。哦，好球！进球的是格拉堡队的十一号朱扬，他是英国的 U21 队队长，2016年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了冠军，2017年也就是刚刚结束的欧洲停球锦标赛中也获得了冠军。他在曼切斯特大学就读会计师。阿维斯瑞克队获得了第一个角球，在卡拉堡队里面呢有两兄弟，一个是八号的辛巴梅科琼，还有一个是十一号的队员。哎，接球，进球的是九号 Jenneri， 有双重国籍的意大利和德国人。瑞克队获得了一个角球，刚才进球的卡拉堡队进球的九号 Yaneri， 他有双重国籍，分别是德国跟意大利，他今年28岁，身高195公分，他住在德国，但是他2014年以后呢就被意大利整招进入意大利的国家队，2016年他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2017年世界运动会的银牌，他同时也是意大利球会
冠军球会的队伍，冠军球队。他现在是大学，他现在大学教育系的学生，主攻经济和运动。阿维斯瑞克队又获得了一个角球，开球的是三号 Marco 来自德国，他今年25岁，身高也是194公分，他在2011年到2017年都是德国国家队的成员，代表德国参加过2届的世界锦标赛，2次都是获得了亚军。他也是德国科隆大学的硕士生，主修是运动科学，科隆大学 也是在运动界里面首屈一指的大学，应该算是排名第一的大学。卡拉堡队把球挡了下来，现在要发动起一个快攻，快攻应该没有办法能够成功。卡拉堡队的三号卡尤是来自巴西，他曾经是巴西的国家队成员，现在呢在法国的顶级俱乐部打球。卡拉堡队的射门没有成功，卡拉堡队叫了第一个暂停。艾维斯瑞克队的11号球员 Amos Patrick 是来自加拿大，他今年28岁，身高198，体重115公斤，他也是本赛会最重量级的球员，他有15年的打球经验，2012年到现在都是加拿大国家队的成员，代表加拿大参加过3届的世界乒球锦标赛。现在呢，他是在加拿大油漆业里面工作。阿宝队的7号队长 James Mitchell 是来自新西兰，他是本次赛会里面年纪最大的球员之一，他有23年的打挺球的经验，他参加过8次的世界锦标赛，曾经是3届的大洋洲冠军，也是纽西兰队的队长。哎呦，哦，漏球了，还好，突然接上 ，Yan Matthew Yan， 阿宝队的犯规，我已经远射，没有射进。
卡拉堡队的12号 Matthew， 他是来自丹麦，身高194公分，他是现役的丹麦国家队代表，曾经参加过3届的世界锦标赛。2014年，他代表丹麦参加世界锦标赛，在 U21 组别拿到了亚军。现在呢，他是丹麦奥尔堡大学3年级的学生，主修是运动科学。哦，进球！卡拉堡队以3-0领先艾维森瑞克队。3分钟时间，比赛的节奏一直在掌握在卡拉堡队的手上。这球的旋转的速度非常快，现在的比分是4-0，卡拉堡队领先。卡拉堡队一共有2位球员，他的身高超过190公分，而艾维森瑞克队呢，他有三人的身高是超过190公分的。这场比赛的胜负对艾维森瑞克队来说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好球，阿狗，射门没有成功。卡拉堡有可能会打破艾维斯瑞克的神话吗？哎，很有可能，现在的比赛来说。今天的艾维斯瑞克队好像有点发挥不是很好。啊，对，防守做的不是很高，又是一个防守数。哇，已经被人家连续进了5个球了。对，5-0，进球的是队长 James。刚才3号有在做手势，是犯规了吗？
哦，进球不算，应该是比赛时间已经结束了，刚才的进球不算。他应该比分现在应该是4-0。上半场比赛结束，现在是下半场，现在是中场的休息时间。他是瑞克队的7号球员张向勇，来自中华台北，身高183公分，体重83公斤，今年22岁，是来自台中。他是台中教育大学的学生，在台北目前是人气最高的挺球选手，但也是本赛会目前为止粉丝最高的选手。6号的队长 Steven Harper 来自澳大利亚，他身形不算太高，只有170公分。他今年27岁，打了15年的精灵水球。他是现役的澳大利亚国家队队长。他参加过四次的世界锦标赛。他是一名油漆业的工程师。卡拉堡队的12号 Matthew， 他是来自丹麦。他参加过3次的世界锦标赛，代表丹麦参加3次的世界锦标赛，也是丹麦现役的国家队成员。在他现在呢，他也是丹麦 U21 跟 U18 组的国家队教练。
员就位。比赛开始。卡拉宝的十一号球员的速度非常的快，每一次冲球他好像都抢到球了。瑞克队的一号球员 Nick Spencer 终于射入了第一球，现在的比分是1-4，由卡拉宝队领先。现在的比分是1-4，由卡拉宝队领先。哦，触界了这球，这是阿维斯热锅队的一个底线球。
二号球，进球的是 Marco， 二位是瑞克队的三号球员 Marco。小角度的射门，现在的比分是2-4，卡拉堡队领先。球击中了篮筐，这是一记超长距离的远射。卡拉堡队叫了一个暂停。暂停结束，一个角球，节奏是由卡拉堡队控制的。好球！哦，队长 James 射入了一球。现在的比分是5-2，由卡拉堡队领先。Marco。
球又回到了卡拉宝队的手上。Amos Benfey采取了四个人定人的战术，四人定人。哦，球被 Marco 拿到了，地方。对，这快攻没有成功 ，Marco。Next。好球！两个德国人的组合射入了这一球，现在的比分是3-5，时间还剩下1分30秒。卡拉宝队，艾维斯瑞克队采取了人盯人战术，哎，这是一个误传。艾维斯瑞克队拿到了球，又是马可拿到的球。艾维斯瑞克队只剩下1分钟的时间。谁得了黄牌？艾维斯瑞克队好像得到了一张黄牌。哦。再剩下16秒，十。哦，一句颜色。好，时间到了，上。这场比赛卡拉宝队获胜。下一场的比赛将在9月8号开始，时间也是同样在2点钟、3点钟和4点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比赛，请9月8号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赛事。
九月八号将由绿色的上汽大通队对战黄色的卡拉堡，白色的温尼凯亚克队对战红色的猫眼电影队，橙色的平安银行队对战蓝色的艾维斯瑞克队，这也是最后一场积分赛。